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道教和佛教的区别。在教义上来讲，佛教重视人类心灵和道德的进步和觉悟，道教是济世救人。在修习上来讲，佛教徒修习佛教在于依照悉达多所悟道的修行方法，发现生命和宇宙的真相，最终超越生死和苦，断尽一切烦恼，得到究竟解脱。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，认为道是化生万物的本源，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。道教的历史与中国历史紧密相连。此外，祭祀对象也不同，道教以宫、观、庙、府、殿、坛为道士女官四神禅教之所，前神称天尊，坤神则称元君，护法神称灵官。佛教以寺、庵、精舍、兰若为僧尼礼佛修持之所，礼拜对象为佛、菩萨、罗汉等。您知道了吗？